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教手法哈，也是手脚协调哈。因为我觉得我们除了练手以外，手脚也是都要练哈。然后我们先今天练三个，第一个右臂右臂就是 R B R B， 第二个换左手 L B L B， 第三个双手 R B L B 哦 ，R 是右手 ，L 是左手 ，B 是大鼓。好、哦，好，比如说我们是示范第一个，第一个 ，R B R B 就是右手，大鼓，右手，大鼓，要记起来哦，记得手脚的力道要一样大哦，力道大概是20%要打70-80%哈、哦，你不能说小鼓大力，大鼓特小力，变大，完全都是小鼓声，也不要都是大鼓小鼓小力。就要让它平均哈 ，balance 要用好哈，平衡。好，示范一次哦。就手跟脚的力道都要很明显，大家懂大家懂哈。第二个左手，L B L B 哈，就换左手。第三个 ，R B L B 就是双手。哦、就是双手都要用到哈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先从慢的速度哈、哦，然后再慢慢加快，右手、左手、双手都一样。然后会了之后，我们就移位啊、哦。在移位的时候不要变声影响，你就是打好可以。右臂右臂 ，R B R B 就对了哈。会了之后就慢慢加快。右手、左手就比较，双手比较难。会的这三种会之后，把它混合起来，来示范一次。然后会的时候就打节奏，可以把这个你练的把它加起来，例如说，好，然后我们练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时候。因为右手、左手没事嘛，可以加甩棒啊，有没有？变这样。在练瘦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站起来，比如说，好。大家学会了吗？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学的，请在留言处下方留言。